毛衣，麻烦您把您的身份证给我一下，谢谢。 我们这里包夜是从晚上11点到明天的早上6点，我们一般是7点会关店，如果您7点想走的话也是可以的。韩商言，我们这里晚上有泡面，如果您饿了可以告诉我，我随时可以给您煮泡面。身份证。啊，还给您。 干嘛呢？偷吃也别偷吃这么没品位的。我柜子里还有巧克力，怎么了？早拿出来。叫你给我雇个店，你就给我偷吃啊？嘘，真难看。你肚子饿，吃我这个就好了吗？吃你的吧，少废话。 这是本网吧的宵夜套餐，这是你做的，嗯，真香，嗯，很可爱，谢谢。我能方便问一下你的名字吗？我叫童年。那。 我能和你交个朋友吗？你好，你好。 这个呢是本网吧的宵夜套餐。哦，多少钱？这个套餐不用。40。哎，套餐送你30。什么30啊？我不要这套餐。那麻烦你们再帮我拿一瓶果汁。没问题，谢谢。
多收你钱，我得好好算一算。我那是怕你被人骗，还试探他是不是个落魄大叔。我家可是开网吧的，对于这种专门来包夜的男人实在是太了解了，多半生活不如意。最多这个大叔皮囊看着好点，哎，也就好一点点吧。别不理我呀，刘大大。刘小鱼，哎呀，我姐。好了，我帮你，我帮你还不行吗？怎么帮我？就送他一周包夜，就说是抽奖抽到他的。一周包夜？哎，不行不行，要不然我们送他一周全免，这样的话他想什么时候来就能来。好主意，你去。你有我去啊？当然是你去了，你就跟他说今天我们网吧有抽奖活动，但是必须用微信扫我们本店的二维码，这样才能抽奖啊。我们店没有公众微信啊。你开网吧的没有公众微信？这玩意儿也不归我管，我就收收钱，查个账啥的。今夜有缘吧，用我的，拿去。哥，说两句。我们网吧做活动，圣诞节抽奖，您可中了大奖啊！一周免费上网，纯免费。不用了。这机会可难得，一周免费上网了，不要钱。哥，我们网吧这零钱实在是找不开，你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付款方式啥的？不用找了。哎，这可不行啊！我妈说了，做生意要讲诚信，必须找。那就微信支付。实在不好意思啊，店里这微信支付业务刚好坏了。那能怎么付？转账啊。不过要麻烦您先添加一下好友。我加您就行。哦对，哥。你可别忘了，一周免费上网，纯免费哦，哥。快点！哎，这他微信，帮你要要。哎，走走走。这个人就是他。我看看。你快看看他朋友圈，看他是干什么的。啊？怎么除了转发网络安全新闻，什么都没有？哎，这个你看得懂吗？算了，问你也白问，你是个电脑白痴。是是是，白痴白痴，史上第一白痴，我就是白痴，怎样怎样？我还是明天找个懂行的人问吧。哎，接着。你不是包夜吗？现在才凌晨两点啊。两点了，还不晚吗？如果是未成年的话，就太晚了，不能在这里逗留。但是您已经成年了，所以。稍等，我应该跟他说些什么才好呢？
谢谢您光顾本店。还要恭喜您这次获得了大奖，欢迎您下次再来。下次。你每晚都在这儿？也不是，我是放假所以来帮亲戚看店的，也不是每晚都在这儿。你别误会，我没有别的意思。只是觉得小姑娘大晚上在网吧。